来来来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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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三，老三，KO，这回我不得不承认，你们两个的确比我强那么一丢丢。 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，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关于明天的演示会，还有什么建议和想法的，现在可以提出来。我有意见。作为一个美术，我对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几位大哥，此次出行你们代表的是制衣科技的门面，咱能不能稍微的修饰一下自己的形象？当然了，小可你就不用了。 啊，颜值可以支撑一切。至于其他人嘛，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买个衣服啊，弄个造型什么的啊。你看看，尤其是愚公啊，一点都不整齐。我不整齐，哎呦，我不整齐吗？不是不整齐，是具体都说不出来是哪里。这是一个好意见，我觉得应该予以采纳。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 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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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了。上海我就不去了，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我不喜欢，而且我不喜欢穿得很正式。嗯哼，不去开会也可以，反正你也不爱发言，不过你穿正装的样子，还是让我们大家见识一下吧。 老大，我有衣服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回家休息，我不太舒服。好，在机场见。 我怎么觉得阿爽很奇怪呢？这一看就是加班加傻了。我现在觉得自己也特别奇怪。咱们开个会。讨论一下演示会上的。算了，细节明早的讨论吧。打起精神来，先去给你们的外勤做些诱惑。薇薇，我们一起去。嗯。美女，把你们店里最好看的西装拿给我。不是，哎。 我劝你们还是别和我穿同款了，这样啊特别暴露你们的缺点。哼，你是怕我威武的身躯把你显得特别的娘？你们俩就别争了啊！这套西装啊，最适合我这种成熟稳重的男人穿了。换套别的吧，你们俩。
不过师兄好帅啊！不是，看我干嘛呀？有点不是很舒服。你这个领子就没弄好，真是穿不整齐还这么帅。 这倒，哪叫我的芝麻？谢谢。好，你也要买啊？随便试试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哪有一帅哥呀？大神公司的。啊，师兄们，这副诱惑，我马上来啊！你这次怎么这么好啊？有福利还知道提前通知我。哎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表现得太花痴了，所以叫你过来，用你的表情来表达我的内心。 谢谢光临，各位请慢走。我送微微回去 ，OK， 晚上机场见。拜拜，走了。我们直接回你公寓吧。收拾下行李去机场。站好，明天我也要走了。搬去你舍友那儿。你是不是忙得连日子都忘记了？明天是我开学，当然要搬回学校了。走吧。